运酒店旧同城，超级省的同城旅行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哎呀，您这闹的是哪一出啊？我就想挣点钱，我向您发誓，我要蒙您铺子烧光，一辈子收不到好东西，这行了吧？那个凭空出现的小孩把马平川带到了后山，马平川往那小孩看的地方一看，竟然吓了一跳。鞋子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片区域的地下有一座很多年前被泥石流所掩埋的城镇废墟，你看到的范围就是这片废墟的范围。这座城镇被修建成了诡异的蝎子形状，这里的草之所以会枯死，是因为当年在修建这座城镇的时候铺设了一种防御机关，一旦有人进入就会触发开关，导致机库里的毒气大量流失蒸发，一夜之间地表上的所有植物都会被毒死。小子，虽然我听不太懂，但是你别蒙我，难不成你有透视眼啊？因为我就是那个下去的人。地下的这片废墟把你们祖坟里那些棺材都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难不成这片废墟还是活的？你如果掘开那里很深的地方，就会发现所有的棺材全部都陷进了这片废墟的外墙，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一样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需要智慧的医生。这里方圆几十里，再过几个月必然寸草不生，这片区域内的所有人都将不得善终。小子，你别耍我！老爷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！我在废墟中看到过你家的棺材，所以来知会一声。我希望你在一个时辰之内帮我做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准备一把短刀，重六斤，风灯油芯和碳粉一袋，并想办法封死废墟里的几个窍孔。第二，在这片区域的边缘取五丈长的竹竿，灌入石灰，敲入泥中，只留一指，越密越好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如果七天之后我还没有出来，这封书信请你帮我寄回我的家乡。老爷，老爷，东西被洗了。小兄弟，小孩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马平川派人到小孩给他书信上的地址，发现那是一座巨大的宅院，但已经人去楼空，没人知道那小孩到底去哪儿，也没人知道那底下是否有一个楔形的废墟。马平川说的这个小孩是小哥吗？必须是啊。马安村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吗？必须在啊，当时他们已经把那枯萎的地方挖下去了，并没发现所谓楔形的废墟，只找到这些马鲁珠子。后来马平川突然决定举家离开马安村，去了尼莱斯。尼莱斯？对，境外一小国，具体来说是去了尼莱斯的首都德加，莫桑雪山附近。我一线人前两天刚从那儿回来，亲眼看见在他们家门口堆了很多祖上留下来的物件，正在低价甩卖呢。那种珠子也不少，都是好东西，是吧？行了，给我个地址，有时间我过去看看。小三爷，说到这儿，咱终于说到主题上了。您要去，带上我呗，咱这轻车熟路的能帮您还个价，以咱俩的财力再加上您的感染力，我帮着您，咱做一把。谢文涛，
是想尽办法诓我入局是吧？哎呦喂，我的亲爷爷呀，您怎么里外面不分呢？咱俩是一头的。三爷，小三爷，您这闹的是哪一出啊？我就想挣点钱，我向您发誓，我要蒙您，铺子烧光，一辈子收不到好东西，这行了吧？你现在是真敢说呀？把我给诓到国外去哈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让人给抹了脖，谁给我收尸啊？您还是赶紧走吧。走，走了。三爷，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。我一线人，在他们家门口拍到的，这能有错吗？这回真冤枉你了。行行行，你也别叹气了啊，咱俩一块儿去。啥时候走？身份证带了吗？订票，咱俩先飞到边境城市，再想办法出境。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。就这么定。订好了票，第一时间给你信。得嘞。老板。哎，老马在哪儿呢？在家。休假取消，立刻回来上班啊。老板，我好不容易才攒够假期，你就让我在家打打游戏吗？金满堂来了。啊？那个老混蛋跟你讲了故事，所以你就要跟他一起去德加。我怎么觉得这肯定是个骗局啊？你都看出来了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那你可更不能去了。去，我肯定会去的。到现在为止，这是唯一和小哥有关的线索。我要了解小哥的过去，就要去到德加，找到马家的后人。我行李已经收拾好了，身份证你千万收好啊，别让金万堂找到。还有。早点回来，拜拜。Excuse me. I have a question.
哎呀，欢迎光临啊！这位老板，你想要点什么呀？啊，老板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就是马路对面那一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吗？马家？你认识啊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你找他干什么呀？啊，其实呢是这样的，我呢在梧州也做一些古玩的生意，然后从马家这边订了一批货，整个的货款全都已经付清了，但是前一段时间给他们打电话就死活联系不上了，然后我就亲自得过来一趟，谁知道已经人去楼空了，所以您知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了？麻烦您能告知一二。你也被他们给坑了？是啊，哼，这帮混蛋，他一直差我很多钱，这临走了算是良心发现了，没偷偷的走，把他家那些古董啊全抵给我了。那这么说，就这些东西还有那个镜子全都是马家的啊？那您倒好，还挺幸运的，至少收回一些成本。您看我这，那麻烦您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去什么地方了，我也好去找一下我的债。我听说他们全家全部迁到那个莫桑，对对对，这马家生意好的时候啊，经常去那个地方进货。哦，我可听说了，那个地方的古董特别便宜，只不过我这岁数大，我这身体不好啊，不然我真想去那收点货。现在这古董生意啊，太难做。那行，谢谢您了啊，祝您生意兴隆。喂，王某。老板，把店里面的资金整理一下，全都打到我账上来，我要去一趟莫桑。不是，老板，铺子已经没钱了，再说你不是去找小哥的线索吗？怎么又要去莫桑啊？这个姓金的狗东西果然是把我给诓了，马家早都人去楼空了，但是还好我发现一点新的线索，所以我要去一趟莫桑，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商机。老板，要不你还是赶紧回来吧，铺子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水电费都交不上了，哪有资金啊？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啊，赶紧把店里面的货抓紧出一下，这两天就在店里面别出门，等着我把货给你邮寄回来。拜拜。哎，我在这边收了一些古董。那马家和小哥的消息呢？什么都没打听到。嗯，哎，你等一下啊。啊。我旁边有一个邮局，等一下这边打包好了，我就给你寄回去。顺便的话，你再给我订一张机票。啊，好。OK， 好，拜拜。老板。我去一趟旁边邮局，你帮我打包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好。嗯。好。点好了，梧州。
你好，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幅油画是谁画的？哦，陈雨涵。啊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幅画是您画的吗？您认识这个人吗？你问这干什么？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一直都在找他。你认错人了，这幅画的原版是几十年前画的，那时候你应该还没出生吧？原版？这是您临摹的，原版在什么地方？我就是在那儿看到这幅画的。要想知道更多，可以去问问那儿的修行者。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吉拉修行场，我就是在那儿临摹这幅画的。300块，我带你去。啊，这个修行场不是本地人进不去的。当地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或者那座修行场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唯一奇怪的是啊，那些修行者一定要让我临摹这幅画。啊，为什么呀？修行者能看到因果，他让我画我就画，也没有为什么。他能看到那幅画以后的一切，我又看不到。我只知道那个人是这个修行场里的上宾，那幅画的原版是一个大修行者在这个人离开莫桑之前画的。疯狂拿铁，一口状态回归，捕捉所有线索。在这儿，雀巢咖啡丝滑拿铁，唤醒灵感，提醒每一天。老师，有位贵客，找于达老师。好，你随我来。贵客，把门关了，进来吧。
老师您好。贵客，你从哪儿来，有何贵干呢？我从乌州来的，想来打听关于一幅油画的事情。油画里边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贵客，一定合你的口味。谢谢。是梧州的茶。您早知道我会来吗？啊、哦，这个茶是别人赠我的，你能喝到这个茶是种缘分。哦，贵客从何而来？有何贵干？梧州，我从梧州来的。油画里边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你能喝到这个茶是种缘分，就像你能看到这幅油画。所以您是知道他还是不知道？老师，老师，张麒麟。你的朋友是张麒麟？对，张麒麟是我朋友。你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吗？讲给我听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他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贵客从何而来？我从山里来。贵客是从山对面的村子里来的吗？不是，是那的深处。贵客开玩笑的吧？怎么会有人从悬崖上？门口停留，这里暖和，我取一下暖，马上就走。
里面更暖和。要不贵客进去休息一下，喝一杯茶吧。走，你们修行场里是不是有127间房间？劳烦你能让我去每一间都看一看吗？请随我来吧。起初我对他的话还有些怀疑，直到来到了那个房间时，我才确信他的确曾经来过这里，而且比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地方。所以那个尸体是谁呢？老师，我刚才说到哪了？您刚才说到有一具尸体，那个人。他说那个人是他一个朋友。这是德仁，是我的朋友，想不到死在了这里。德仁，我们修行场没有这个人啊。请你整理一下这里，让人好好安葬德仁。我要在这里住下来。这个突然出现的修行者德仁，让我相信张起灵一定和这里有着某种特别的联系。我查了资料，
发现了一个更诡异的事。从修行场建成开始，每一代修行者中都会有一个叫德仁的修行者，一直到这一代，德仁这个名字才在名册中消失。每一个德仁都会收一个叫德仁的徒弟，似乎德仁这个名字对修行场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每一代修行者中都必须有一个叫德仁才行。变成干尸的德仁应该就是最后一任德仁，但他为什么死在了那间房间里也没人发现，而且也没有徒弟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里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修行场吗？我开始怀疑。那个时候张起灵已经在修行场里住了下来，为了解开疑惑，我找到张起灵，没想到他也不知道。他告诉我他有一种病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忘记之前所有的事情，脑中只有一些碎片。他一直在寻找这些碎片的答案，想找回自己的过去。经过努力，我们终于拼凑出他很久以前来到这里的部分记忆。很多年前他正准备进入雪山之中，他在进入雪山前和最后这一任德仁做了一个约定，不久之后他会从雪山中带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出来，但他回来的时候很可能已经开始遗忘这些秘密，他的思绪会变得极度混乱。我会再回来，静候你的归来。所以德仁要在修行场里等待他，当他回来，他会把在雪山中发生的一切在忘记之前全部说出来，但可能全都是碎片，需要有德仁记录整理下来。张起灵从雪山出来以后啊，德仁已经过世了，他都没来得及找一个继承者。张起灵也许是担心自己将来会把现在仅剩的记忆碎片也忘了，所以啊，遇见我之后啊，就让我暂代德仁的工作，就把来雪山的原因告诉我了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老师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哎，晒得太硬了，嚼都嚼不动。他跟我说了很多，但是过了这么久，我不记得了。拜托您一定好好想想，拜托拜托。那个德仁死了以后，我暂代了他的工作，把我记录和整理的他的那些记忆卷轴保管起来了，就在他房间。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你就去他房间。这就是张起灵的房间，卷轴就在房间里，你自己去看吧。
卷入一段冷冽宿命，那片雪会藏着你，就算寒意无可抵御，也有点让我执迷。等到所有风雪消弭了，不再掩盖着那片未知深情，只有你想永恒走去。枷锁，让飓风再没。